一下點解市民會對政府嘅理財哲學係咁唔信任咯？咁同埋我作為一個泛民主者，我睇翻台上兩位民主派嘈交，我都覺得好樣衰啦。何況中間選民，我唔想交俾係民生。大家好，你好。跟住阿林太咧，林鄭，美國人啊呢、這個三號都係宣傳嘅，我覺得佢只係呢個象徵意義。象徵意義咧係表示咧，我哋香港呢十幾年個政治咧有一個和解個跡象。所以換句説話講，間諜亦都影響咧，跟住陳茂波咧，點解佢中途會轉態？你惠及三百幾萬個市民，其中個主要原因。好，唔該，將交俾維園聰聰。大家好，我係大陸專啊，民主黨近年出咗好多民主叛徒嘅，狄志遠啊，阿黃承志啊，呢個李華明啦、啊，係咪啊？咁你咧就你冇機會喂，咧就指定要呢個李華明經手。你民主黨啊招待蘇敬恆，你唔fair啊蘇敬恆，條件啊幾醜陋啊，蘇敬恆你啊，好交俾黃大妹啦。喂，你唔fair啊蘇敬恆，預算案補漏，搞錯啊，一句都冇。新方法嚟回應期望，一盡量擴大呢個受惠嘅範圍，包括家庭。搞錯都唔fair嘅，由在職嘅呢個家庭津貼辦事處去負責辦理，向合資格人士發4000元，呢個受惠額不足嘅呢，亦都可以獲發差額。呢個既係理財新哲學，更加係維護社會公義嘅適切嘅做法。讀稿啫嘛，就話為咗慳翻1-2% 嘅行政費而偏離咗，哇！咗呢個錢要用喺有需要人嘅身上，呢個原則。嗰、那個行政費幾犀利啊！公民黨陳宇明，頭先阿劉家雄經常就講公民黨就想同你商討一下啦。10000元回水好似好公平，但係新移民10000，新來港人士10000，公屋出三輪又10000，咁係咪真係公平呢？公民黨提倡呢個退稅、退薪俸稅，本身就係鼓勵市民自己多勞多得，甚至係一個逆薪俸稅，咁補翻呢個問題。最後想問一問胡志偉，其實唔係問嘅，我哋見到林鄭月娥嚟到民主黨俾30000就咗，公民黨梗係唔會再請呢啲咁嘅人上嚟啦。我哋公民黨係唔歡迎蠢人嚟，我哋呢個周年晚會嘅，唔該曬，好交俾大家。睇翻個轉頭咧，林鄭啲30000台幣咧，第一個上次我俾5嚿水俾個外勞乞衣喎，咁所以嗰個最接待都香港人，香港人搞咁多等於點算？喂，4000元計翻1年7×6日啦，喂，11萬啊，都要俾啊，就你茶餐廳啊。你嚟19，我要參政，得未啊？39蚊啦，係咪啊？仲有啊，我唔知林鄭俾個錢人選出嚟啊，全你哋呢班咁樣乜乜咁嘅口天使啊，從來冇講過啲嗰200萬啊，200萬加10加1/2啊，而家可以用公司嚟交啊。好，好，咁啊，都交俾孝德新動力。啊，孝德新動力先生，我今日深切咁樣睇到乜嘢叫口天使其實好簡單，政府我見到最大嘅問題係佢唔夠堅定，其實佢乜錢都唔使派，佢只要好堅定。民主回歸變帝主回歸啊！而家去做一啲為人民服務嘅嘢，咁其實就夠啦。民主回歸，多方為民，留翻啲錢俾革帝啊！帝主回歸啊！翻返嚟台上，我想回應一下。有搞錯又冇得舉手。因為咧，頭先有幾位朋友，你先去查垃圾啊！革帝控制啊！係財政司喺理民主回歸喺邊一度咧有唔同嘅意見，咁其實呢個咧亦都真係體驗到咧，作為財政司咧，就要睇成盤數嗰個困難。嗱，我好同意嘅，做啊，泡沫咧係一個問題，呢個係香港嘅深層次矛盾。大把粉啊！我哋都要歧視啊，歧視我啊，有咩？資格咁先可發現啦，大白粉嘅，大白粉啊！咁啊，至於話拜錢嘅，即係不公平啊！啊，今次大個白粉啊！你啲係真係冇運 ，I want come back to Hong Kong City Strong。Now， 你都聽唔埋 ？Fuck you and Now， 你都聽唔埋 ？Design，this is more，this is off back。我認為英文聯咧 ，But now I want capital to the city officer and this to 係同樣係。要啲 office 吧。盧偉國跟住交俾 manager 回應下個女。帝主回歸。And I want this to you all to the world. I want change to Hong Kong. I want change to world. We have to fight. Thank you very much.在展示嘅時間，係令到我埋保險度啊！特
或者喺網上邊啦，或者喺輿論上邊咧，係大家會喺一件事之下咧，係有一個可能嘅觀點。咁我覺得要點樣做咧？有冇講錯先？我哋好清楚咧，就係我哋會將我哋嘅工作咧，係以最陽光嘅方式。陽光冇陽光，好正啊！第二，當然任喺我哋嘅籌款晚宴上面咧，針對翻嘅籌款晚宴上面。我哋啲地方嘛，under to Chinese and with it 民主改善民生嘅工作，我哋都喺呢個基礎之下咧，係將我哋嘅資源咧係投入落去做好呢一部分嘅工作。我都相信就係話咧，呢一啲嘅工作咧係市民大家係樂見嘅，而我哋用呢啲工作咧去獲得大家嘅支持。好天師，我唔該，謝謝大家。我今日見人話見到你哋兩個嗌交好，好天師。其實都不想拗拗的，如果冇啲事件有什麼好鬧咧？佢話：啊，點解呢個政府咧就會覺得，點解唔聽市民意見？廢㗎呢個。因為政府過去十幾年就係退稅退差餉，冇乜人反對。惡者喎、啊！係直到今年先有人發現，咦，原來退稅退差餉係咁唔公平。快出糧啊你！所以先出現呢個問題，所以佢哋其實一直都覺得好。我要精簡啊，劉金。快出糧啊，學者！啊，有位公民黨嘅成員咧，啊，原來佢認為佢贊成嘅退稅咧，更加退，公民黨係贊成退到40,000蚊啊嚇，最多謝。嘅為多勞多得啊！原來公民黨咧，好啊，有天資可以保留嘅。如果大家唔使交税嘅咧，係冇資格享有呢、這個共享。好啦，要交俾邱子勤。剛才我講很重要的題目啦，講大和解。咁但係好重要的地方就係、是、其實林鄭咧，即係包括成個今次公司事件頭先嗰個嘅派錢事件，都見到就係話，即係派30,000蚊就當大和解，派咗嗰幾千四千蚊出去，就係更加又希望佢會覺得啲市民會滿意。我覺得呢兩個地方都係好大嘅誤解。嗱，呢個反映咗政府喺評斷民意、政黨嗰個意見嘅時候咧，有好大嘅偏差。好好好嘅總結啦，下星期再見啦，好唔好？快出糧啊！快出糧啊！好，謝謝。有冇得？阿志伟，喺边度啊你啊？志伟哥，志伟，志伟唔喺度啊！帝车回归，帝车回归，喺唔喺度啊？帝车回归，电话啦！帝车回归，一计白，我同联合国秘书长讲啊，系香港，唔系游园，我系帝车回归。你哋即系农民，即系口头讲白，闹。我真係，即係話我呢件事，我同聯合國秘書長講，我冇料到真係，因為平時斯文唔出聲，話講唔解嘅。即係個，唉，算啦。咩民主黨挖到牙，你已經真係挖到。我覺得係啊。屌你老味真係完全唔怕醜。都兜腳踢爆咯又。屌你老味真係，真係兜腳跑嘅塊面。我真係兜腳踢爆85啊！真係想。好啦，我就已經問嗰段講啦，擺明係要同聯合國秘書長講啊，真係要。